世界，今天在创意世界要做的是字母 N。字母 N 我们会需要43条彩虹圈。今天我们要用2条做，你也可以用3条做。那43条是用2条做合成的。那这个 N 呢，我们要把它分成2个部分做。这一个角是一个部分，那其他这个部分，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做这一个部分。这个部分我们跟单链手环一样，做14次。所以我们拿一条彩虹圈，所以我们拿一条彩虹圈，转一次、两次，那你就可以看到3个小圈圈。然后拿2条，把它搬过来，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。再拿2条，再搬过来，然后这样继续做，一直做，做14次。这个是第三，四，六。好，那14次做好之后呢，我们先把它拿出来，摆在旁边。那我们现在要继续做这一个角，这个角做6遍就好了。那做法一样，拿一条彩虹圈转一次、两次，你就可以看到3个小圈圈。拿2条，把它搬过来。就是一次、两次、3次、四、五。六，好，那6遍做好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把2片连在一起。这个做法跟我们在做 M 的时候一样，只是 M 比较短。把长的这一段呢，夹在中间，跟夹心饼干一样。然后把另外这2条再放回来，所以现在要长这个样子。再拿一条彩虹圈，把它搬过来，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，然后拉过来，把它拉紧。那刚做好的时候长这个样子，跟 M 一样，我们需要调整它。那一样，这一个字母你可以用3条做，它会比较坚固一点。或者是里面可以用铁丝，那如果你一般只是要做装饰用的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角有6个，那上面这里会有一个，那另外这边应该也有6个，所以我们数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应该是到这里。那中间的连接点啊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也有一个，那你自己算好，然后把它折成。起来，这样子，然后把这个安全带藏起来，只要藏起来看不到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字母 N。
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一个赞哦，然后别忘了参加我的粉丝团，这样你不但可以看到我的新作品的预告，也可以看到其他彩迷们的作品哦。当然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作品。谢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。